事实证明，直男不能随便乱聊的。当黑白郎君发现网中人时，想磕 CP 时，往往只需要换个音乐。当大家以为 coser 是这个样子，而我们是这个样子的。还喜欢给自己 P 表情包。论这对 CP 的关系。Please don't fake it, fake it, fake it.希望喜欢的小伙伴点赞、投币、转发三连哦。